李桂雄在这边从事辅警工作25年，继续了这个眼睛王室，就是在250条以上，平均下来就是每个月基本上都有。他工资涨得很，他要先抬的那个头先抬起来，倒退以后，再他过去才可以搞。你群众报警求助嘛，你还得去，去了以后如果你不会拿，也不好说啊。给那个村民报警之后，有一条眼镜王谁闯进他的家里，我已经找了半个小时没找到。我上午的那个堂哥，我们住在那里休息。休息以后，那个眼镜王手呢，就从我背后钻到我那个脖子上。当我发现了后，发现的时候已经是钻到我那个脖子这里了。当时那几秒钟也把我吓傻了。这一幕发生在10多年前，是李桂雄多年捕蛇经历中最为惊险的一次。那时一条3米来长的眼镜王蛇钻进了他的衣服，从领口中露出头来。他要先抬着那个头先抬起来，是人家是要倒退以后再他过去才扛了，就才可以攻。如果他那个头抬起来，他不向后退的话，他攻击不了。我一动啊，我扭头一动以后，那个眼镜王蛇就往下面缩下去，退回去，跑了。凭着对眼镜王蛇习性的了解，李桂雄沉着应对。他与堂哥一起将从自己身上掉落的蛇制服。云南省是我国蛇类资源最丰富的一个省份，有90多种蛇分布于此，其中有20多种是毒蛇。建水县位于云南省东部，属于亚热带气候，年平均气温20摄氏度左右，而且建水县有一半以上的面积都被森林覆盖，生态环境良好，在乡村中遇到蛇并不算什么新鲜事儿。但是如果这条蛇是毒蛇，尤其是剧毒的眼镜王蛇，就必将对人们的生命安全产生巨大威胁。抓紧啊，抓紧啊，抓紧啊。这里的民警、森林公安、消防员都多次接到过毒蛇扰民的警情，他们火速出发，积极处理。李桂雄是云南省建水县公安局青龙镇派出所的一名辅警，也是当地的捕蛇达人，因为他抓的大都是世界上最危险的蛇类之一——眼镜王蛇。到现在为止已经是25年了，可能砸了，当最少的统计都是有200多条，最少的，每年就是10几条蛇。眼镜王蛇主要食物之一就是其他蛇类，它一次分泌的毒液足以在3个小时内毒死一头亚洲象。眼镜王蛇的天敌很少，因为它性情凶猛，而且反应极其敏捷，是世界上体型最长的毒蛇。可以说，李桂雄与眼镜王蛇的每次对抗都是一场生死考验。还是存在的一个风险，所以从这个眼镜王蛇被咬到毒发身亡，这个时间的话大概就是40分钟左右。从这个时间来推算的话，就说如果我们最快从这个蒙子这边掉血清等等这个情况的话，如果稍微哪个环节出现一点问题，生命就会出现危险了。4月8号中午11点40分左右，我们有好多工人在田里边干活，有个人发现，哎，又要蛇过来了，我们自己也不敢去碰它，因为那张那个蛇太大了。
那么我们就想着及时的报警，因为那个青龙派的手不会来，你知道他会扎手，15分钟之内就到了我们基地了。他又有一种攻击性，他的那个声音发出了嘶的那种声音，很响的，他又水扑出来了。是那个的，真的。夹了以后，没夹得稳嘛，他跑出来了，挣脱跑了。哎，抬起那个头起来，这些向我们反抗攻击啊！他这样子整起来，火火的了还，怕了还都，那个人全部不地里面跑出来了。他站起来这么高了，怕了这，我们说那么长那么大了，摔都摔倒了，你看，还有一个人头都碰到那，碰到装了，碰到那个水泥桩，水泥桩上去了。哎呀，他就在叫你们赶紧撤离，他由他一个人来。那么在跑的过程当中，追了好多的路，才把那辆车给他扎住。这把你不行了，不是你哦。我叫给警察。先掐住那个蛇的头，把那个眼睛给他，我们拿了胶布嘛，他给眼睛扶住。你拎起来有多少？有这个两米多吧？有。两米。哦，两米。太长了又不好拿，他回到他自己脖子上，我给他拉走了。你们来看一下哈，这个是我们青龙派出所的好警察，看一下那个蛇大不大，奋不顾身的他自己回来，老百姓已经扎蛇了。接到那个村民报警说，我的那个桃子地里面那个水池里面，哎，有一条眼镜王蛇睡在那个水池布上面。伸住来。哦，太扯了。一个小时吧，那个蛇也不走，所以他。没办法，他就报警。就是我们到了那个地边的时候，那个手就钻进那个塑料布底下了，又把它绞起来，弄用那个捕蛇线。今年的4月份吧，这次相当的突出。突出在这个月的话，他总共是接到了这个警情是4起。捕到的这个蛇是5条，5条都是眼镜王蛇，体积还比较大。因为贵雄他这边后小有名气，大家也老百姓有的时候就经常把电话直接就打到他手机上了，他也接到这个警情的话，第一时间快速的就去了。我们能去了，不是了。好，十个公司了。也给的，走，先老子给你的。我们这里也不好说啊。李贵雄出生于大山深处的一个苗族家庭，至今他的父母还居住在那里，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小时候还是挺好的很，有时候我们爸爸妈妈啊，我父亲干完了，我再回来，他还是帮帮忙，还是煮煮饭，回回去。在回来嘛，在拉倒，在还煮饭，喂猪，割牛草，在这样的自然环境中，经常有蛇出没，家人也都有应对的办法。李贵雄从小耳濡目染，捕蛇对他来说也并不是什么难事。我第一次扎蛇的时候，可能是10岁吧，哎，是我的父亲，我们大的地里。我见到那个蛇在那里，我也不清楚有没有毒，以后我就偷那个尾巴捞了几下，那个蛇往草里面钻嘛，我就用脚去把那些草拨倒，以后压到那个脖子上动不了，我就敲那个脖子，就提回来。哎呀，第一回浇水门，我们的爸爸妈妈都逼人的。等到人的那得就把水浇了嘛。是后来他大人才说，这个是给眼镜王蛇是毒蛇，一定不能弄，
如果要弄了，你就要用那个棍子敲住那个补子以后，本来动荡的时候你再去拉。我们举辈都会，哎，我们苗族可能大部分都会，很少有人怕那个东西抛塞，就是扎得好点扎得不好点。苗族在捕蛇这一块还是有一些传统的经验积累下来，他也想把就是说自己所掌握的这些技能把它尽可能的用到这些地方上。户籍登记、指挥交通、检测酒驾、进行防电信诈骗宣传、调解家庭矛盾。作为一名辅警，李桂雄的工作内容多种多样。由于在捕蛇方面有特长，每次李桂雄看到毒蛇进入村民家中的警情，都会主动前往。喂，你好。哎，好的好的。1999年的一天，李桂雄在一次捕捉眼镜王蛇的过程中不慎被咬中右手，他迅速做出了反应。我们先把那个手装进口袋里面，用了一线把我这里扎起来，我再用那个叉刀这里划开，勾成那个十字形的，可以把那个血挤出去。哎，这一咬到的时候不感觉怎么疼，是后来那个毒液进去后就几分钟后就感觉到头已经隐患的时候。李桂雄在第一时间做了处理，在场的同事立刻以最快的速度把李桂雄送往医院救治。经过抢救，李桂雄脱离了生命危险，但接下来十多天内，眼镜王蛇的毒液在他体内所带来的阵痛眩晕使得他终身难忘。就是送到医院里的时候我已经昏迷了，我就不知道医生怎么处理了，但等我醒了的时候我就在把着吊着了，没有力气了，爬不起来，浑身酸痛。都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可身体恢复之后的李桂雄在后怕之余更坚定了信心。我还是想过了，因为也轻重他们没有经验，最容易受伤的被咬着了，可能会受到生命危险，所以我多多少少呢，我的爸爸也教过我怎么拿怎么补，所以我就不要让他们再像我那样，如果被咬到了给身体带来那种伤痛是太难受了。就从他自己的来说，自己被这个蛇咬过，三只这个被咬过之后的那种疼痛，如果自己还能出一点力的话，尽可能不要让这种疼痛发生在老百姓的身上。2020年4月17号，青龙镇派出所接到报警，养鸡场里有一条大蛇，情况十分紧急。作为工人，当地生活好吧？后来工人那个，就是工人我接触了桥的，那时候我们家里替厂厂了替工资可以，哎，好方便，那个改变了，还用得多的。哎，我爬上去看了以后，他躲在那个斗里，我看了以后，那个腰嘛，还比我那个手还粗。哎，那个是在空中上作业，有好少。哎，就是找那个平衡，用那个补塞钳，花了半个小时左右。哎，弄到外边问我把装进那个大字，哎，拿回来。警方对这像这有毒的，有能够危害生命危险的这些，我们就本县市就不放生了，就都交到州级，由州级去
不是，有几个大的保护区吧，就放到那边去，都是，拿来长到一定的量，大概十条左右，我们就送一次。当时拿的是当回检的，那个首长到学校里面去要的，丢的是那个金氏易贝帮，我是1996年11月16日，才拿到那个警署公安局青龙派出所当回检，因为我很喜欢警察这个职业，所以一直的记得很清楚。大家不管是民警、辅警，做了这一份工作，选择了这个事情，危急那时刻怎么上，该怎么做，其实大家心里边都会有一个答案。一有闲暇，李桂雄就更新平安青龙账号，他多次提醒大家遇到毒蛇及时报警。还是自己弄比较好，不放心别人吗？你要自己去弄的时候，别人也会很担心啊，像你家人啊。是啊，当时我从不告诉他们我去弄这些东西，因为群众报警求助嘛，你没办法，你还得去，去了以后如果你不会拿以后也不好说啊。这个事情太危险太大了，我想了以后不紧急的讲话不给去了，太危险太大这个事对。父母曾经多次明确表示反对，让他别再冒险。李桂雄的妻子常年在外打工，家中的两个儿子住校，他们都是从媒体的报道中才知道李桂雄经历过那么多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考虑到我们的安全，他们不会支持，就可能是明天又来一个，我还是会去扎的。